以超无厘头搞怪风格和丰富游戏内容著名的战略角色扮演游戏《魔界战记》系列，在迈向10周年的这个时候推出了新作品《魔界战记 D2》。战斗系统一样采用标准回合制战略游戏的玩法，运用各种华丽的特殊技和连击技来打倒敌人，还有拿起和投掷的功能可以做出更多的战术应用，不管敌我双方或是战场上的物品都可以拿起来丢出去哦。新作中多出了特殊地板的设计，这类地板啊有各种不同的正负效果，像是可以增加50%的攻击力，或者是站上去时会附带沉默的效果，变得无法使用任何特殊技。而灵素结晶则是特殊地板的来源，透过投掷或是攻击灵素结晶，就可以改变特殊地板的影响效果哦。取代原本的魔变化系统，这一次怪兽伙伴能背负起自己的队友，并且合作使出强力的协力技攻击，同时啊还可以获得双人份的经验值哦。结合了战略游戏、人物育成以及角色扮演等许多乐趣的《魔界战记 D2》，还有着许多像是暗黑议会、恶魔道场等等多到讲不完的有趣游戏系统，这些啊就等着玩家自己在游戏里体会喽。